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已经汇款200,000了，可是这一次啊，经费好慢哦。以前啊，讲了当天就进来了，这一次多等一天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明天就进来了。好嘞，我们的组织争霸战已经来到了准决赛的时候啦，对上的是我们的 ONE 工会哦，永远的宿敌。好，然后他们说有地方卡住了，应该就是这一个吧，还有这一个，奇怪，这个怎么会卡啊？交给我。ONE 工会，老爹从玩一拳开始啊，就一直跟他们对打到现在啦。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帮我们 NEO 拿下冠军，没问题。只要这条路通出来，应该我们就有机会啊。侯杰穿了一脚，好，再来。对面的春卷穿了6个，哇，杰诺斯没有气嘞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个回合再来。小狗狗丢了一下，哎，这个 LUIGI 有点硬哦，有点硬哦，哎，靠腰，我打错人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驱动骑士700,000，有点痛哦。我们再来。对面的春卷 is dead。哎呦，有点硬哦。老子的索尼克 is dead。杰诺斯常常都气不够啊，我这一只是不是要改驱动啊？整天在那边气不够，你是在水底是不是啊？还要换气哦。好，再来。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再带走对面的这个索尼克，我们就赢定了。他的索尼克怎么那么硬啊？有裂过哦。好，继续。我现在钻石剩下1,000多啊，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啊，我的钱已经出去了，官方你什么时候给我啊？我的钻石还不来，我的经费你还不来。好，没问题。秃头旋风斩，竟然打到第4回合哦！收掉他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样子应该就轻轻松松了吧？
前进双双，结束比赛。好，只有挂一只哦，还行啊。然后老爹看一下、哦，还有哪一条路要打通哦？好 ，ONG 教父，交给我了。这些都是曾经的高手啊！教父以前是我们工会的吧？哎，有点忘记了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好，他不去了，再来。对面的村爵存了五个。哎，不对，六个。有点难打哦。再带走春卷就 OK 了。这个不屈位真的很烦呢，一直不屈。好，对面的春卷 is dead。感觉刚刚那个比较强，对不对？刚刚守在前面那个好像比较强哦。好，再来。走杰诺斯，哎呀，竟然带不走杰诺斯哎！那就带走索尼克啊！好，一炮下去，6800万。他的索尼克 is dead。好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六只都在哦。好，再来，二队打二队啊，不要说我欺负他哦。哪一队比较战力比较高啊？好像这一队吧。好嘞，二队打二队，没话说吧。老爹的甜心打了48掌，春卷穿了6个，他应该一次全部曝光了，曝光了，哎，竟然没有曝光，哎，很神奇哦，很强哦。好，曝光啦！第二队还蛮好玩的。好，再来。还有哪里需要老爹啊？哪里需要我，我就来呀、啊！全部的路都交给我啊！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哦，没问题。先想办法带走春卷啊。对面的春卷穿了6个，嘻哈牛仔是吧？啊，周杰伦的歌是吧？好，再来，带走春卷就赢了。靠腰不屈了，带走春卷了、啊。
好，带走了。秃头旋风斩，好，再来。驱动骑士，1100万。这个驱动我练过哦，这个驱动我练过哦。可是我的豪姐也有练过啊，拍谁哦？我的豪姐也练过的、啊。对面的小狗零伤害，扭曲立场，红魔女吸血。哇，吸不到！豪杰传了一脚，剑龙是一炮，9800万，9800万，你怎么撑啊？好，对面只剩下驱动了。这应该是轻轻松松啦，好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索尼克挂掉了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样，二队打二队，我没有欺负你吧？好，我们的甜心。打了2巴掌，春卷春了6个，你准备自爆吧你！哎呦，还没有曝光哦，再一次，好，只爆了3只，胜利稿啊，只爆了3只啊，不错哦，有练过哦。好，大眼睛丢了3个，他的红魔女快要GG了，撑住啊！狐狸嘎仔，哇，天空王 is dead。驱动骑士1200万。好 ，round two， 扭曲立场。好，没问题。看起来也是，轻轻松松。结束比赛。哎呀，好。哎，我们分数怎么输那么多啊？看来果然还是需要老爹哦，我赶快把这个道路打通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老爹一定会把全部的路都打通哦。最后能不能赢，我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啦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应该是会赢啊，他只剩5只哦，应该瞬间就秒杀光光了。直接爆炸。